看吧，两辆摆放给球员，两辆战斗机、地堡机，两辆发动机，两辆盘子把两辆挖出来给铁矿，再给两辆战斗机。国家却因为有两辆战斗机，才能干太平啊，才能保卫俺的所有的老百姓。是卖的很，你下江下嘛，盘子湾属于英雄的城市。对。一个是要鼓捣了，没你想了去了，一个没单位你拍的，单位拍的了，必须了。这个沙场很稀缺。大家好，我是成都客家人阿雄，今天我们四川客家海外联谊会来到攀枝花来了解当地客家人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的邱会长开车带我们来这个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来这里参观一下。今天是我们林会长跟我们郑秘书长带队，然后我们客联会客商会一行人来到攀枝花。原来还有一句话，攀枝花建设人上该上出高。赶紧落去地堡参观的话，去现场两辆扫身份证，两辆在窗口。然后俺的西双客家联谊会四双双飞差两辆合影留念。3、2、1。好。啊，我们就是做点农业，做点那个工业，然后有些其他的商贸那些。邱会长的祖籍是广东那边啊，广东那个农村的。农村。哦，对。今天带我们来这儿参观一下，然后在今年广地方还台哈，办落实的坐电梯哈，好看，又快又快。两辆地铁土秀，看看外面干啥的？有一种花，往到攀枝花，有座山。老花同苗从攀枝花里面主要的生产量的矿资源哈，攀枝花没光攀枝花出苗，还有两个矿产资源哈，主要的生产很多两个矿物质，还有两个铁矿，可以做很多东西。俺们看哈，两个小女人的花嘛，两个花就是俺们的攀枝花哈，好漂亮。两只还有着两个稀有金属哈，好稀有，就拿两个玻璃装的。两只小的好面钛，这边应该是两个钛合金哈，钛金属，很多应该都用到两个佛金啊或者水改等等的。两只摆放给球员案的攀枝花挖出来的矿石哈，有些含了有铁的铁元素，然后新的钢啊铁的流，案的看到两个雕像。就能够体现出俺的攀枝花呢，也老很好，艰辛艰苦哈，大家都付出很多汗水，把俺的建设好了。于是俺的参观完一流，还是等下再看一下。传承丰收基因，弘扬三线精神，祝你俺的大家一起拿到攀枝花，了解两个三线建设的宝景。两年还有一面墙，墙面上还有很多纹饰，大家可以看一下。俺们朝两个位置还发现一只非常可爱的东西，看看呢，那个应该就是机器人，但是两个机器人立马电哈，俺们可以按哈，却没得电。参观的两个攀枝花的两个博物馆，咱晓得两个先辈今天付出好多汗水啊，好建设两个三线，真的太不容易了，好吧？两辆摆放给球员，俺们战斗机、地堡机两个发动机。俺的攀枝花两辆挖出来的铁矿，再给两辆战斗机，国家却因为有两辆战斗机，才能干太平啊，才能保卫俺的所有的老百姓。两只缺俺的佛经的模型，恐怕通过挖出两辆稀有的矿石，然提炼出来制造两辆佛经，真的太不容易了。俺的可能给发射到天上的卫星去找两个样子的哈，一个乌托托。两只还摆放了有很多原来俺的劳动人民用过的两个设备，原来为俺的国家做出过不少的贡献，现在两个设备都退休了哈。瞧两只还有套设备，等个小的去拆厂，具体去制造哪个东西的，你没得晓得个朋友。大家今后有时间了，可以到攀枝花两个来参观哈俺的三线建设的一只博物馆哈，整个地方很粗，很值得一来。大家看嘛，原来还有在老师的插床哈，原来还做过不少的贡献。
娘娘先后有个用吗？一百台光哈，这边两个球可以亏一亏。前几十年给人造型，还有给上哈不给炒，两者提供还访问哈多两个老师给黑白电视哈。阿雄写个时间就靠两种电视状态的，一年了靠过来。俺的黑从最蛋糕盖层，然后一层一层坐电梯下来的，然后你是参观到最蛋糕两层了。最蛋糕两层留了呢，还有很多元老厂那边工作过给你，留下来给装印，他可以靠下吗？哇塞，好多、哦。原来有着全国支援攀枝花三线建设的杆杆，好吗？就是从全国各个地方拿攀枝花里面支援的。俺俩有点提出，还两个点，两一排，俺俩还干那么多脚印，俺俩捡了几那个脚印走。两只还看到有块两个好面台，看到还有特色，你提炼出来些那个样子眼光。一次俺俩抬个去参观完了哈。马上有些攀枝花另外一个地方去看一下嘛。这么你俺们大家一起了两个攀枝花参观了两个三线建设的一个纪念馆博物馆，整个地方了解了好多先辈经历的荣誉哈。俺们全国各个地方老攀枝花老一起老生产制造的对俺们国家有用的东西，而且非常的努力，两个精神使得大家欢喜。